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减脂少油的蒸鸡腿。首先要把鸡皮和多余的油脂去掉，再顺着切几刀，便于入味儿。这道减脂餐对于既要减轻体重，又要保持肌肉力量的健身爱好者来说更有意义。放入姜丝，一勺生抽，一勺老抽，一小勺蚝油，少许胡椒粉，半小勺盐，再加入少许嫩肉神器柠檬汁，提鲜去腥，就不用加料酒了。用手充分抓匀，拌匀密封好，最少腌制半小时以上，中间最好翻动一下，这样腌制的更均匀。准备好锡箔纸，把每个鸡腿像这样包起来，水开后上屉蒸15到20分钟，根据鸡腿的大小来定时间。这道减脂营养餐就做好了。按一下视频下方的 subscribe， 会出现一个小铃铛，点一下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。感谢您的支持，上食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